难呢。放松，伙计。哎，出错了，坏了，出错了。这是夏博，夏博士，我这个不知道啊，这个不清楚。他是刚刷的吗？是不是昨天夏博刷的？亏吗？不亏啊，把对面打野搞炸了，这什么？我的目的就是把对面打野搞炸呀。让对面打野没法正经刷野，知道吧？然后他到六级慢一点，这样的话我们队友就安全一些。他满万两分钟到六级，我们队友就安全几分钟。他越晚，我们队友就越爽。这个人难吧，反正难啊。我操，他妈刚刚在这里待着就好了。等他过来吧。就恶心他就行了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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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，我这第一把，说话话不多。打野怪有这么快吗？没有吧。就抢他野怪，不让他升级，知道吧？
恶心一手，主打一个恶心，他拿我没办法的。这个草丛应该有眼吧？这寡妇已经不会玩了，她被我恶心的不会玩了。哎呀，难受！跑得好远呐，先把我击飞，然后一个闪现。他很聪明的，他是先闪现再击飞，我就把他杀了。他先击飞我，闪现，再闪现，会玩的。从下面往上面刷吧，小虫又刷新了。哇，起来了，这么离谱啊！但是还是死了，寡妇追击能力也很强。哥们是不是被单杀了呀？啊，没被单杀就好。直接去啊，直接去啊，对面要越他。哇，真拿他没办法，硬跑，直接大招跑。这波线的话不用管了，他有 TP 的，这上单有 TP， 他马上提上去的。现在出什么好？还是幽梦好？去把那个下面盒子吃了吧。也可以不吃，还有个那个什么，还有那个虚空鸟虫。这寡妇真对上路的，打比减速 ，A 一下减速 ，A 一下铲击减速 Q， 这大回头嘲讽我的时候直接放 Q，OK、OK, 打，这个墙有问题的，兄弟们，每次这样放 Q 的话，总是能 Q 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墙是，它是斜着的，它不是平的。这个墙有问题，这跳不到吧？这应该不行，回家吧，我们回家补下装备。我还在直播啊，我咋了？我不能直播啊？不能直播吗？
要不要去呢？他已经死了，那就不去了。往下面刷，控制个小龙。这版本围绕资源打很好赢。哦，打起来了，直接去，直接去，直接去。哎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大，啊，有大，真有大，尽早卡了个视野把我杀了。这风力走位很高啊，不过还是没用，还是死了。他走位很妖的，卖了吧。直接去把那个打了吗？这波中单回家的，哎，再去一下吧，去一下，去一下，去。打小龙，小龙，小龙。控资源就赢，就赢了这把。这边最后这把就是慢性死亡的，他们等输了现在。刷一下，刷一下，别急着打，对面也不敢打的。真的打寡妇就得去恶心他，就好赢，让他慢点升六级。每个英雄的打法不一样，像人马去恶心他就没用，人马得一级恶心，两级恶心就不行了。啊，两级也可以，两级反桑囊，他要难开的话。赶紧去，赶紧去！这老黑也没了，这个风女要死，风女，这风女走位还挺好啊。去吃上路线，上路线没人吃，上路线有人吃啊，他 TP 是过出来是。那这样的话好像没什么事干的是吧？啊，推东路塔还行，他放弃我。行，刷野去的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中单扎很厉害，因为是对面是个这个玩意儿。要是换一个中单的话，他就不厉害了。他这个中单，而且他前期被我影响的，知道吧？新进来也去抓我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把发育其实一般，十六分钟两件套都没有，而且这个版本的幽梦比以前便宜了400块，这都没有两件套。这把刷也少了，17分钟才100出头。10分钟为什么就是一个心破？
金魄是什么？这个这个吗？啊，金金魂是吧？他不是他看错字了吗？这是金魂的。这把赢了的话就大师了，兄弟们，感觉差一把到大师的话可以停一下，停一下第二天打他就没有毒了，那个机制就没了。像之前是吧，继续打的话又开始说，只要差一把就开始说。这个六层虚空桃中退打贼快。这个掉血，我兄弟们，这个真实伤害流血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啊？这个真实伤害，我有，他们也有啊，是不是都有啊？有人知道不？